证明下列各式。第一题，我们把它展开来的话，变 sin 平方，左手边的这部分会等于 sin 平方西塔加上两倍 sin 西塔 cos 西塔加上 cos 平方西塔。还有平方和公式，我们知道这一个 sin 平方与 cos 平方合起来是一，会变成一加上两倍 sin 西塔 cos 西塔，那会等于又是，所以得正。接着第二小题一样，先从左视左手 tangent 西塔的话，我们换成 cosine 西塔分之 sin 西塔 ，cotangent 西塔换成 sin 西塔分之 cosine 西塔。那看到分数就把它通分，所以变成 sin 西塔乘 cosine 西塔分之 sin 平方西塔加上 cosine 平方西塔，所以等于 sin 西塔 cosine 西塔分之一，因为这是平方的公式，所以等于又是得正。